走到尽头，痛恨自在一生左右，如何会放低所有无悔今后。风雨中背叛彼此失控，当日我怎付出也像个梦，漂泊中背负了有多重，情退去凌乐石背后是有蔡京撑腰，所以今次挑选武林盟主，凌乐石的狗贼一定另有阴谋的。伤我同秦炮计一样，都是被吕前猛兽的利爪所伤。子言，你记不记得是被什么诈骗？我突然之间从后被袭，惊起上嚟就搏命咁走啦，点知仲跌埋落个山度添。好啦，只要唔好乱咁喐个伤口，应该冇咩大碍。当然仲要理到大小姐，唔好再单独行动。而家我系你嘅病人，点解唔听你话？但系如果我想去洗个面，唔知大夫你批唔批准？桑姑娘，不如等我哋陪你啦。如果唔系，我哋又俾少主闹。系啊。在你失踪嗰段期间，少主都不知几紧张。佢仲系咪仲想俾人闹啊？你两个陪桑姑娘去，顺便睇下附近有咩可以食。哦。嗰个落标高头大马，林姑娘身形又咁娇小。边度够打噶？诶，人不虚貌相嘅，话唔定啊，好戏在后头咧。装架！运用暗人凌乐石，你杀咗我阿仔，仲想借刀杀人，要利用我铲除蓝天喎！今日我洪飞虎要同你算呢笔账。洪帮主，我讲过好多次，我冇杀过你个仔，你唔好再受人唆摆啦。你唔使喺度狡辩啦，今日我要同我阿仔讨回公道。哇！我见你啊！
死咗！凌盟主，比武你已经点到即止，当时洪帮主手无寸铁，点解仲下毒手啊？方才洪帮主突然大喊一声，我以为佢仲有后着，所以迫于无奈唯有出手。洪帮主连拎起把刀嘅力都冇啦，顶多唔落口水喷你。我承认我系一时大意，但我绝对冇心杀落洪帮主嘅。上台比武刀剑冇眼，可以怪得边个？如果一早弃权嘅，咪唔使死咯。小骨，不得对死者无礼。王爷，乐石愿意一力承担洪帮主嘅身后事，并且承诺以后好好咁照顾洪帮主嘅家人同埋帮中嘅兄弟。咁即系有心吞并飞虎帮啫，咁啱晒心水啦。计我如果有心承担嘅，一系就退出比武，再唔系就一命赔一命。我讲句公道说话，凌盟主武功精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所谓刀剑无眼，擂台比武伤亡难免，无谓追究啊！王爷，你话系咪啊？呢场比武简直系大开眼界。好啦，大家唔好再为啲小事喺度啰啰嗦嗦，大家休息一阵，跟住再开始下一场嘅比武。明明已经赢咗噶啦，仲要出手杀死洪帮主，佢根本就唔配做一个练武之人，仲话要俾佢做武林盟主。雷帮主，你冇事啊嘛？雷帮主听日同凌乐石比武，大家知道凌乐石手段凶残，佢惊都好正常嘅啫。我系咪应该放弃啊？唔可以咁易放弃。如果真系俾佢做咗武林盟主嘅话，我哋嘅情况会比洪飞虎更加不堪设想。睇嚟大家仲系为咗洪帮主嘅死而耿耿于怀，对于乐石。亦都似乎有啲誤會咁喎，係嘛？蔡相爺已經講得好清楚，拳腳冇眼，我爹亦都係無心之失。難道你哋對我爹仲有啲咩不滿？凌盟主，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啊！我哋咁多位幫主都係覺得凌盟主你只不過一時錯手，絕對係無心殺人嘅。你當係咪啦？各位江湖朋友真係深明大義。不過，凌某本着造福武林之心，定必竭力爭取當上武林盟主一位。怕只怕擂台上难免再有死伤之事发生。爹，你才德兼备，武林盟主之位，你已经系实至名归。只不过有啲不识时务嘅鼠辈，为咗追名逐利，妄想同我爹争一日之长短，实在系死不足惜。你，小骨，你咁讲就唔啱啦。各位江湖朋友，个个都系明白事理嘅人。应该知道点做噶啦。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咁多帮派无故退出比武大会嘅呢？事出必有因，或者各帮派见到洪帮主咁样写喺台上面，觉得心灰意冷，所以索性退出比赛咯。爱妃，你咁讲即系话我啫。王妃娘娘，你稍安无躁啊，可能凌盟主系会知道底蕴。既然神部师有怀疑，凌盟主好啲解释下啦。回王爷，乐石承蒙几位帮主错爱，佢哋已经答应放弃今次擂台比试，全力欲成乐石登上武林盟主宝座。只系一盏茶嘅功夫就决定放弃比武大会，呢个说法好难令人信服。由于众多帮派退出比武大会，比试到此为止，下一场比试为最后一场，将由大联盟对蓝天帮明日午时举行。咁即系蓝姑娘要对住凌乐石。竟然自在门嘅师兄都俾我暗算到，睇嚟你今次真系遇上一个好大嘅难题。只系小石一块，被击中又何妨？但系今次呢一嚿巨石，来势汹汹，根本避不开，挡不住。凌乐石真系咁难对付咩？此人心术不正，但系最难对付嘅都系佢背后撑腰嘅蔡娟。如果今次凌乐石可以做到武林盟主，
從此就天下大亂。最重要是今次神布斯又不可以干涉武林大會的事，唯一可以阻止到蔡京和凌洛石他們的奸計不可以得逞，就只有可以在擂台上面能夠打低凌洛石的南破天，但到現在仍然音訊全無，未知下落。其實你除了擔心江湖大事之外，你還擔心冷血和無情的安危，是不是？無情和冷血兩個的命都是我執回來的。既然你都說得出他們兩個是你一手教出來的，你應該對他們有信心。你听我讲啊，你知唔知点解其他帮派要退出啊？就系因为其他帮派要退出，我更加唔可以俾姓凌嘅贱人金梦姨坐上武林盟主嘅位噶。就算你真系上台同凌洛石打，以佢嘅功夫，数招之内就置你于死地啊！你阻止唔到佢成为武林盟主噶。我唔理，系姓凌嘅贱人，佢卑鄙无耻，系佢害到我得生死未卜，我唔可以就咁游船。就算要死，我都会向凌洛石屈服。我都唔想佢做武林盟主啊，但我更加唔想你有事，我唔想你死，你明唔明啊？若非啊，留得青山在，来日方长。你听我讲啦，系唔使再讲啦。我已经决定咗，听日要出战凌洛石，冇人可以阻止我。手点会咁嘅？我哋大小姐啊，寻日俾人偷袭啊，受咗刀伤啊。虽然大夫话伤口唔深啫，但系差啲啊，伤及筋骨啊，只手暂时唔捉得啊。唔理受袭定系苦肉计，既然受咗伤唔能够上台比武，就只能够当林若飞退出比武，判凌洛石不折而死。边个话我林若飞唔可以打？就算单手，我都要同凌洛石打。林姑娘啊，咁就等于送死。我冇俾你咁做噶。我话过冇人可以阻止我，我早就谂住本师同凌洛石打，双手定单手根本就唔重要。蓝姑娘，凌尊生死未卜，蓝天帮嘅安危系于你一个人身上，你无谓意气用事啊！唔好话你怕输，所以炸船害我爹，作威人暗算我。你几时改姓赖噶？我阿爹要打赢你两父女，易如反掌，使用埋啲咁嘅哪吒招。蓝姑娘嘅讲法都唔系唔合理啊。王妃，武林盟主噃，有边个唔想做啊？有人为咗消灭对手，唔想对方喺擂台上面胜出而耍手段，绝对系有可能嘅事。我哋系咪应该查清楚系咩人所为先？系嘅，系嘅。王妃娘娘，蓝姑娘嘅伤短期之内系难以康复嘅。如果延期比武，好难向皇上交代嘅。原本武林大会就为期定咗七日，今日只不过第四日啫。点解我哋唔等到最后一日？如果蓝天帮都派唔到人上台比武嘅，咁先再作定论啦。我谂凌洛石盟主都唔想俾江湖耻笑，话佢坐上盟主之位系冷手执个热毡堆噶。王妃所言都好有道理，等多三日咁就皆大欢喜啦，都唔系坏事嘅。相爷，一于照爱妃所言啦，好嘛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究竟食啲嘢过去食到几时啊？哎呀，好痛！唔通啲嘢过去到？桑姑娘，啲嘢过你摘翻嚟噶？系我喺后面树林摘嘅，但系呢啲嘢过应该冇毒噶。你唔系已经死咗啦咩？系啊，不过你哋都未死，我点都要借尸还魂翻嚟揾你哋嘅啦。算系你揸嘅，今晚作词，杀死熊帮主嘅都系你。冇错，恭喜你，
不過已經太遲啦。伤嚟嘅啫，敷两日药咧就冇问题噶啦。今次真系有惊无险，不过少主，你点知啲野果有毒噶？系冷月发现啲野果搽咗麻药，呢种麻药系啲猎人要嚟捉野兽，为咗引个凶手出嚟，所以冇同大家讲。但系我哋明明数个尸体数目系啱嘅，点解严东海会未死咧？呢个系掩眼法。你哋喺树林发现作尸像嘅时候，我已经察觉呢件事可有可疑，所以叫冷月去查。其实严东海利用支离破碎嘅尸体，令我哋以为连佢都死埋。为咗令到我哋唔会对秦伯嘅死起疑，利用作此仗嚟误导大家，以为系野兽杀人。而家终于真相大白。咁上次桑姑娘遇袭都系严东海做嘅？严东海为咗确保杀死南帮主，所以就借刀杀人。啲野果，咁我咪差啲做咗帮凶，对唔住啊！你根本毫不知情，唔需要自责。咁究竟边个想杀死晒我哋咧？唔使估都知，我要去亲口承认，然后带佢翻去同凌六石对质。点会咁噶？佢好似被有毒嘅植物刺到。呢啲植物法我已经整烂咗，你哋冇机会离开呢度。烂咗，咁南帮主点讲一次去武林大会？我寻晚就喺呢度俾人袭击噶啦，我练紧功嗰阵，突然间有人喺后边袭击我，我想回身反抗，但已经晕陀陀，最后仲晕低埋。到我醒翻嗰阵，我只手已经伤咗啦。如果凌洛石真系对你下毒手嘅话，冇理由净系伤你手噶。你想死啊？我问你系咪想死啊？你想做咩啊？我想闻吞啲药飞啫嘛。啊！你死性不改，仲敢影？你系咪谂错隔篱啊？闻到药飞身上面有第浸女人除。你嘅意思系打伤我嘅系一个女人嚟噶？嗯，你唔好听佢讲啦。我话佢乘机想轻薄你。咁够胆？系呀，凭我廿几年喺女人堆打滚嘅经验睇上嚟，今次袭击你嘅呢个人，肯定系女人。林姑娘。你昨晚被人襲擊嗰陣，有冇留意到啲咩？佢喺後邊偷襲我，所以我咩都睇唔到啊。不過咧，佢襲擊我嗰陣，我有向後揮一下噶。雖然打佢唔中，但係我記得我臨雲之前咧，我聽到一啲呢啲好清脆嘅聲，好似有啲人跌咗落地咁噶。点解要咁做？竟然咁都俾你查到，冇错，系我偷袭蓝姑娘，借以拖延俾我。你唔想见到佢上擂台送死？一来我欣赏蓝姑娘嘅为人，够孝顺又够义气；二来你都唔想见到凌洛石仲冇林盟主噶，我都唔知点可以帮到你，唯有咁做啦。系。我知道你好想帮我，但就算南姑娘唔追究，俾蔡京知道都唔会放过你嘅。当年你冇揭穿我爹嘅丑闻，如今咪当系我还翻个人情俾你咯。之后若然你要拉要捉嘅，我都冇办法。
算啦，而家拉唔拉，对整个形势都冇帮助。细叔，请准铁手辞去神部司一职，铁手加蓝天帮，替蓝天帮出战。傻咗咩？你又唔系蓝天帮嘅人，唔使你代我出战啊！细叔，够啦！我嘅事唔关你事啊！我嘅事都唔关你事。铁手，你认为想擂台就一帮蓝天帮击败凌洛石？铁手有自知之明，但系都想试下。身为神部，公私分明。细叔啊！我而家宣布。比武時限已到，今日是三日期限最後一日。既然藍天幫冇人出戰，咁即係我仲講啲先，代表藍天幫出戰。阿爹，擔心死我啦！你知唔知我已經嚟有事啊？若非你唔使擔心噃，你估阿爹咁容易有事嘅咩啊？见王爷，浩晴、冷血，你哋安然无事翻嚟就好啦。虽然系揾咗好多人，但系总算及时将佢哋带翻翻嚟。我哋冇事，但系我哋一唔喺度，你哋呢边似乎出事喎。好耐冇听嗰啲咁哽咽嘅说话，好怀念。赶翻嚟，就啲身受凉上手嘅人。最后一场比武，由蓝天帮对大联盟。蓝破天，你条命真系硬，炸药都炸你唔死啊！凌洛城身受旧恨，今日就喺呢个凌洛城先算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朕得悉大联盟盟主零落石武功盖世，技压群雄，现赐封为武林盟主，掌管一切江湖事务，期盼能早日整顿江湖，安定天下，以体朕心。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凌盟主，知皇上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蓝姑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唔好咁伤心啊！阿爹佢冇理由会输噶，佢一直都占上风，如果打落去，佢一定会打低凌落石噶，你都睇到噶系咪？我知啦，一定系凌落石，系佢做咗手脚暗算我阿爹。你唔好咁衝動啦！我都覺得藍幫主嘅死好突然，但係凡事講證據，唔可以亂嚟噶。你咩都講證據，死嗰個係我爹，你行開啊！我就藍幫主臨終所托要照顧你啊，我唔可以俾你有事噶。我阿爹而家俾人害死啊！我唔可以咩都唔做噶，你明唔明啊？如果你真係對你阿爹嘅死有懷疑，你等我哋去查啦。而家藍幫主嘅屍首由神部司看管，如果凌落石真係做咗手腳嘅話，世叔唔会坐视不理嘅。其实当时我都发觉，蓝帮主同埋凌落石嘅最后一击，蓝帮主的确系有意，凌落石先至趁嗰个机会击中佢。世叔，你都睇得出有问题。高手过招，胜负往往喺电光火石之间，就系嗰个时候，凌落石系有机可乘。咁即系话？真系凌落石，佢虽然暗算我爹噶啦。话虽如此，但系我哋无凭无据，实在做唔到啲乜嘢嘅。无情同桑姑娘已经去咗验尸，希望可以揾到啲线索。如果边个证实到真系凌落石，佢虽然害死我阿爹，蓝姑娘，你放心，有证有据，我一定会禀告皇上，依法办理。点啊？有咩发现？我已经仔细检验过蓝帮主嘅尸首，但系并冇中毒嘅迹象。咁暗器咧？佢身体上边并冇异样嘅伤痕，致命嘅伤系被击中胸口，胸骨断裂，插伤内脏，经脉尽断而死。照咁讲，蓝破天嘅死并冇可疑。嗯。如今蓝破天已死，凌落石早都冇蓝盟主，仲有蔡京喺背后兴风作浪。看你冇谂错之多事，孙大人、陈大人，蔡京呢个奸贼近日真系变本加厉，利用设置咗嘅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，真系令到民怨沸腾。所以我同陈大人决定联名上奏，弹劾蔡京，恳请皇上废除西城括田所。好，只要你哋肯弹劾蔡京呢个奸贼，孙某一定全力协助，从旁向皇上进言。咁多位，凌小骨，陈大人。孙大人，我听闻你哋想上书弹劾蔡相爷喎，系又点啊？系嘅话，我劝你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啫。朝廷之事唔到你理，朝廷之事我哋当然理唔到，但系江湖事我就可以理。阿东，阿东，舅父舅母，家姐丈夫，凌落石，你好胆啊！公然利用孙陈两位大人嘅亲人要挟佢哋。不敢不敢，凌某只系想讲俾两位大人知，江湖事江湖了。咁啱两位大人嘅贵亲亦都系武林中人，凌某而家系武林盟主，受皇上之命掌管天下武林，自然有资格理江湖上嘅事啦。但系佢哋有犯法咩？舒大人，江湖上嘅事，你比我呢个武林盟主仲清楚咩？两位大人，你哋话我讲得啱啊？凌盟主讲得啱，上书嘅事就此作罢。放出嚟，系。阿东，舅父，简直目无法纪，无法无天。舒大人，饮啖茶冷静下先啦，唔好咁怒气。眼睇住蔡京同凌落石，
你个狼狈为奸，为祸天下，皇上又唔理，再咁落去，大宋完噶啦，完噶啦！你呢番说话如果俾蔡京同埋凌洛石听到，就会大做文章。为今之计，我哋一定要保持冷静，商量对策。一个就喺朝中位高权重，一个咧就喺武林度横行霸道啊！两个联手合起上嚟，我哋仲边度有得斗啊？而家凌洛石呢个武林盟主，有蔡京做佢后盾，江湖上再冇其他帮派敢同佢为敌。如今蔡京就可以利用武林嘅力量喺朝中排除异己啦。我相信蔡京最终都唔会放过我哋神捕使。鬼咩？我哋成日咬住唔放噶嘛。咁係啊嘛，不過佢係衰嘅嚇，抵咬抵咬嚇。如果蔡京要對付我哋，我一定要全力反擊。而家大家千祈唔好衝動，一定要保持冷靜。唔係蔡京同埋凌洛石就有借口對付我哋。就算我哋忍得住，我怕藍姑娘。咁又係啊，佢成日當正凌洛石，佢殺父仇人咁，以佢嗰鋪性格咧，實行啊。各位同門，雖然我唔可以證實阿爹係俾凌洛石殺死，但係我好肯定阿爹嘅死一定係同佢有關嘅。所以今日我藍若飛召集大家嚟，係等大家可以喺阿爹嘅神主牌面前發誓，我哋藍天幫誓死同大聯盟對抗到底，絕不屈服，絕不屈服，絕不屈服。由今日起，我藍若飛就會繼任藍天幫幫主。咪住！凌少骨，你带埋咁多人嚟呢度，想点啊？冇，我知道今日系南帮主入土为安之日，我送唔到佢上山啦，咪嚟咗灵前上翻柱香咯。呢度唔欢迎你，你扯！你凭咩资格讲我扯？我已经系南天帮新任帮主，点解冇资格讲你扯？你再唔扯，使唔使我掟你出去啊？嗱！你再系咁嘅态度，我掟你出去就真。我爹已经成为皇上认可嘅武林盟主，我哋大联盟就有责任整顿江湖。如今蓝天帮帮主已死，蓝天帮就顺理成章成为我哋大联盟属下嘅一个支派，以后由我监管。想吞并我哋蓝天帮，一日有我蓝若飞喺度，你休想！兄弟们。同我趕佢出去！你哋做咩啊？做咩啊？你哋唔通你哋已經唔記得咗係邊個害死幫主嘅咩？小姐，大勢所歸，你無謂再兜落去。冇錯，藍天幫嘅兄弟已經歸順大聯盟，而幫主已經入土為安。小姐，你扯吧啦。估唔到你哋竟然会不顾江湖道义，阿爹尸骨未寒，你哋就投靠凌洛石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大胆！蓝若飞，你竟敢辱骂武林盟主，你已经再冇资格做蓝天帮嘅人，我解佢出去。系。唔使，自己会走。小骨，你听住，我蓝若飞系唔会就咁算数噶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啊！阿爹，女儿不孝，女儿无辱，我不但止未能手刃仇人，就连阿爹一手创立嘅蓝天帮，我都保唔住。对唔住阿爹。就等女儿，我嚟陪你啦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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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手，放手啊！小姐啊，你唔可以死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而家咩都做唔到，我唯一可以为阿爹做嘅就系来陪佢，你哋明唔明啊？南姑娘，
天寶頭，你嚟得啱啦，快啲勸下小姐啦！你以為死咗就一了百了？劉毅尚且偷生，你點可以不負責任、欺然一死嘅？我唔死仲有咩用啊？凌樂石個卑鄙小人，佢唔單止殺咗我爹，而家連藍天寶佢都搶埋啊！我恨不得食佢個肉，飲佢嘅血。但系而家我咩都做唔到，我咩都做唔到啊！因为咁，你更加唔可以死。如果唔系边个帮你阿爹喺凌乐石手中抢翻蓝天帮？系啊，小姐，我哋仲要翻蓝天帮报仇噶。小姐，如果你都死埋，我哋真系乜嘢都做唔到噶啦。你讲得啱，我仲要报仇，我要揾凌乐石。我要帮阿爹报仇，唔得，咁就等于送死，同自杀冇分别。我唔理，就算死，我都要去报仇。你做咩啊？你阿爹临死前叫我照顾你，我唔会俾你做傻事嘅，你唔好怪我。你谂住带我去边度啊？离开京师，我唔想你留喺度揾凌乐石寻仇送死。你好快啲放咗我啦！你快咁啊！生手铁，我报仇关你鬼事咩？小姐唔好咁啦，铁布法都系为你好嘅啫。傻福，你连你都背叛我啊？系啊，傻福，点解我虽然讲嘢啫？啊，铁布法，放心啦，我哋会安全带阿小姐离开京师嘅，我哋有个面走咁远噶啦。连傻福都识谂啊，你唔好眼镜啦。梗系啦，死嗰个唔系佢阿爹嘛。对唔住啊，我知你为我好，但系为咗帮阿爹报仇，我冇办法唔系咁做。阿小姐啊，我打听到咧，凌乐石个两仔爷咧就喺里边噶啦。喂，但系点入去啊？你睇门口全部大联盟嘅人嚟噶。收买咗大勇，目的就系引你嚟行刺。好怪我大小姐，平时小姐对我哋咁好，你竟然出卖我哋，我同你死过啊！放过你啊！我杀死佢噶，企喺度。小姐。轻手啲啊！我已经尽量轻手啦，估唔到你一世英明，竟然衰过傻福手上。佢份人平时傻头傻脑，我点估到佢会呃我？呢啲就系有心人算冇心人，有边个会估到蓝天帮嘅人会忽然投向凌乐石？人哋都系揾条生路行下啫，你都放眼当今武林啊，边个敢得罪凌乐石先得嘅？我哋咯，冇错。细叔已经同舒大人商量紧点样对付凌乐石。得。你去边啊？去搵蓝姑娘，万一佢搵凌乐石报仇，咁就麻烦。天报头，天报头啊！发生咩事啊，傻福？阿大小姐咧，俾阿凌乐石捉咗啊！原来咧，嗰个大勇咧，实都俾阿凌乐石收买咗噶。凌乐石用呢种卑鄙嘅手段。天报头啊，你真系救阿小姐啊！唔该你啊，我哋救阿小姐，我哋死紧噶。我哋而家去。你唔去得。雪姨啊，蓝姑娘而家危险啊！
先系蓝姑娘出手在先。之前蔡京讲过，所有江湖事都由凌洛石处理。如果你插手嘅话，会祸及神布斯噶。唔系啊，阿天捕头，我求下你啊，求下你救我大小姐啊！你唔救大小姐，冇人救大小姐啊！唔该你，天捕头，唔该你，阿天捕头啊！从而家开始，我唔再系神布斯嘅，咁就唔会祸及神布斯。你真系谂清楚啦！我应承我蓝帮主，要好好照顾蓝姑娘。大丈夫一诺千金，就算死，我都要去。接手。你喺度，马峰，我去救蓝姑娘。蓝姑娘。身为神布斯嘅人，竟然够胆走嚟我哋大联盟度劫人，估唔到你俾个咁好嘅机会我哋参神布斯一本啊！我已经向神布斯请辞，今日做嘅一切与神布斯无关。系，我捉住佢哋。你两个如果唔系夹硬要同我作对，今日就或者唔使死咯。唔使理我，你先走先。要咗一齐走。咁热闹嘅场面，点可以少咗我哋啊？四大名捕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废话少讲，识相嘅话，即刻放咗蓝姑娘。蓝若飞意图行刺我。呢啲系江湖恩怨，我系武林盟主，可以全权处置。你哋唔好多管闲事。如果我哋系都要管咧，你哋又何苦逼我上奏朝廷解散神布斯呢？你哋唔好理我，神布斯要紧。神布斯嘅步快唔做机咁行啦，不嬲俸禄都唔多啦。你哋唔好咁冲动啦。你可以衝動，我哋就唔可以。如若你走到盡頭，痛恨自在一生左右，如何會放低所有，無悔今後？風雨中背叛你，似失控。當日我怎付出，也像惡夢。情退去才看到，才相信为何寻觅。